大家好，我是莽子。英雄联盟呢最近的改动呢更新，这个金银之矛这件武器呢又重出江湖啦。那今天呢我弟呢就突发奇想一个套路，让酒桶古拉格斯这个角色呢几乎达到像阿福快打这样子技能可以一直释放，他就是让他一技能呢可以一直顶下去这样子，他就把他称为这个空干王酒桶啦。那这个套路是怎么来的呢？马上带大家看一下啦。首先是他的这个符文配置啊，可以看到这个符文的名称就叫空干王。那他是主点这个巫术，副点这个启示，那是这样子点的这个彗星啊、附魔之带。那最核心的呢，就是要带这个卓越，因为他有这个降 CD、降技能冷却的这样子能力。因为他这一个套路主要就是走一个降冷却的套路，让技能呢可以比较快释放，他一技能就可以一直按、一直顶、一直顶这样子，所以这是他所想到的。然后再来就是暴风凝聚，那附点的这个启示呢，它是点这个灵靴，或者是你要选这个未来四级都可以，就是依你的情况去斟酌使用这样子。那一定要点这个银河世界，因为它一样有这个降 CD 的能力。再来这个最小的符文呢，一样要点技能级数，其他的也是自由配置啊。核心就是这个降 CD 一定得点，那这样就完成我们的空看房的符文啦。那马上带大家进行一场练习，看一看到底是有多么牛逼的，可以无限的这样顶下去吧。还有我们练习工具，开始游戏，选择我们的古拉格斯，进入游戏，看一看它的威力吧。好，我们进入游戏啦，把钱点满，技能点满。放假人做练习，好，就换上了训练的假人，再来就是我们的装备啦。李安卓的折磨，星河驰骋，这个在这个宫里圆弧，这个金镜之矛。再来这个黑切跟这个庞克链锯，这是我弟呢他觉得最好的一个配置啦。他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有钱的话，出人这样子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最短 CD 一直放一的这样子的能力。但是通常你在 AIM 不可能出人这样，那你在积分场也更不可能，可能还会出个鞋子这样子。所以这是他觉得最好的出装是这样子啦。那如果大家在实战中呢，可能就是要依序去做个搭配使用啦。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一呢到底有多快吧。大家可以看到他冷却呢只有一秒钟而已，真的是一直顶啊。他今天跟我说这个套路呢之后可能会在召唤峡谷流行起来，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玩的。如果之后你在 AIM 场或者是积分场有机会这样子使用的话，真的是哇，达到一个完全几乎是无延迟的一直顶下去，这敌人应该是直接被活顶死啊。那是他今天所发现的啦，希望他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啦。那我是莽子，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咯，这个影片就分享给大家，拜拜。Thank you.